早安，感谢您收听二零二四年十月二十日每日听管理的名人学管理单元。每周日早上七点，用五分钟带您快速了解名人带给我们的管理启示。今天带来的是曹操凭什么成功？从三国历史看领导学，有才无德的人才该用吗？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很常听到的词——人才，不管在什么场合。 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，大家总会一致认为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源。但当我们进一步细究，什么样的人才才算是人才呢？他们应该具备哪些特质呢？这就容易产生分歧了。在历史中，曹操的成功或许能给我们一个启示：他是不是调低了标准，还是改变了权重，来重新定义人才呢？ 这个问题背后隐含了许多值得探讨的面向。当时的汉帝国以孝治天下，因此强调忠诚、清廉这些道德标准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人才。然而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看到那些道德不端，甚至是有过污点的人，却能拥有大量资源、创业经验和崇高地位。如果我们依然用古代汉帝国的标准来衡量人才， 可能现代社会就会少了许多所谓的企业家，甚至某些政治领袖。但这或许正是曹操的优势所在。在他的求贤令中，他举了两个著名的历史人物：管仲和陈平。管仲生活奢侈，陈平则有过不端的年轻往事，但他们都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功绩。这些贡献是那些坚守传统道德的圣贤所无法比拟的。 曹操借此告诉世人：即使你有瑕疵，只要你有才能，来到他麾下，他依然愿意重用。正是因为这样的胸襟，曹操麾下聚集了许多在传统体制中难以出头的奇才，例如郭嘉这位以精准的预测闻名的谋士，他曾在官渡之战前提出了“十胜十败”论，并成功预测了战局的发展。还有贾诩这位出色的谋士，曾经多次改换阵营。 甚至与曹操有杀子之仇，却仍然被重用。再来是陈玉，这个人为了军队的存活，不惜让士兵吃人肉充饥，如此冷酷无情，但曹操依然是他为军中的重要人物。曹操之所以能够成功，不仅是因为他善于用人，更是因为他敢于打破传统的道德框架，降低了道德标准，专注于能力。与他相比，袁绍看似有着丰富的人才库。 实际上，却没有真正懂得如何运用这些人才。袁绍的问题不在于他没有人才，而是他的人才并没有被充分发挥。郭嘉曾在袁绍麾下，但很快就发现袁绍优柔寡断，无法做出决策，最终选择离开，改投曹操。袁绍的这种犹豫不决，使得他无法在战略上领先曹操，即便他拥有丰富的资源和人才。 最终仍然在官渡之战中惨败。这段历史告诉我们，领导者不仅要能够吸引人才，更要懂得如何正确使用人才。袁绍的失败，就是因为他不懂得运用，纵使手下有荀彧的哥哥荀臣、辛平、辛毗等精英，最终仍然功亏一篑。反观曹操，他以为“才是举为”口号不拘一格，能够包容那些在道德上有瑕疵的人。 只要他们能够为大局做出贡献，这种做法无疑给了那些在传统体制中难以发挥的人才一个舞台。郭嘉的预见力、贾诩的谋略、陈馀的残酷，这些人才正是在曹操的麾下才得以大放异彩。这样的管理哲学其实不仅适用于古代的战争时代，对于现代企业的管理也同样具有启示意义。当我们在招聘或管理人才时， 应该更加注重实际的能力，而非仅仅看重道德上的完美。毕竟，道德与能力并不一定成正比，也不一定成反比。曹操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教训：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，往往需要更灵活、更包容的用人之道。正如曹操所展现的那样，他以开放的态度来面对人才的选择，最终赢得了战争与天下。 而袁绍则因为过于拘泥于传统道德框架，错失了许多关键机遇。这让我们不禁思考：现代社会中的企业管理者是否也应该像曹操一样，有着海纳百川的胸襟，给那些有才能却可能道德上有瑕疵的人一个机会？还是说，我们应该更加严格的坚持道德标准，来确保团队的纯洁性呢？感谢您的收听。 经理人也推出了全台第一个对话式 AI 职场教练 AI Coach，上线不到两个月，已协助全台上千位经理人解决管理痛点、职场大小疑问。期待您至经理人网站免费加入会员，无限提问。也诚挚推荐您订阅经理人电子报，我们会将每日播报的文章寄送到您的信箱。再次感谢您，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。